有劳丞相开阵把战，真是把战。风光有此
像那莽中多塞为行天，算生兵之将与为救命，故而曾愿将计之过做他自裁。啊，丞相，丞相，你看此里可迎啊，万岁。老僧闻得那忙里君哦，今那碧月虚光，老君曾更与那金星十刻谁？上铁花我早成这也差异，忙的君你是财神女，生于万岁亲似红，那忙家远有一张金，这万人之命走人，总算不知财神女是天道远远见到，奉命不在，不忘放奉命有在，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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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尔等休要争吵，这有才无才嘛！万岁万岁！万请丞相指教。万岁。臣凡是从前又有孔门弟子名唤曾生，他父母每次举棒当他，他是小棒当女儿，大棒当头子。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曾生得道。小王道不为忧伤，大王道苦是要忘，是将孩儿等死性命
比他们都知，忙里君子不道知，气的已有家中朝廷的顾粗。小子是情，大王可知？忠臣是君，冤有可道。此乃先辈圣臣，自以许应。哎呀呀呀呀呀呀！丞相不愧不弱多才，今日时过冷静，怎么也比呀？啊！那忙里君不能道德负责，完全道德好，道德好，哎呦，道德好啊！此次上来，那忙里君月月先到，确实无才，确实无才，好，无才无才呀！谢万万岁！忙里君有才。孟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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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家。尔等休要闹喳喳，此今日两个女子都来家，这九曲的婚事，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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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发了。这个主意，不要靠着信心是无用。留下吧，你这个主意不要趁着你看你哟。你这个主意不管是老两大人他们的问题，不分大的。等下，你这个主意可要拿得好啊。但是这不关系到有证据作证啊。这个主意。王府永赛与那孟家有婚约在先，是由孟丽君永赛你该与他成亲。那要是没有孟丽君呢？
要是嘛有忙力军，那四万给与四女小姐澄清哦。好事，这破万万事不得啊！哎，丞相旨意公平，元帅不用多变。这是这忙力军究竟在哪里呢？我看那忙力军到底在不在呀、啊？只有天晓得喽。万岁，臣愿弃官行走忙力军，哪怕随便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找到。那要是他一年不见，我就揍他一年。十年不见，揍他十年。那要是他一辈子也不见你，我就揍他一辈子。有情有义啊，真是岂有此理！依我看，忙力军不用去找啊，不用去找，只要朝廷统领国府主言上天王榜，上面忙力军潜逃之人，命他投案自首，也算死了啊。那要是他一辈子也不来投案自首，难道要我女儿等他一辈子吗？哎，这太过寒气吗？寒气多久？寒气，寒气一月。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我夸寒气一年。太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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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月。哎，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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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证出示，寒气一百天。百天。与忙力军早有黑石上门，生则同亲，死则同用，他若不能伺机归来，难道要我求两家小姐成亲不成？元帅不必担心，王榜一出，天下尽知，那忙力军岂会不闻不问？更何况他待你如此多情多女，岂能不想与你早结花烛之缘？我是怕他这生见到举目无亲，独自是你有心事问他，会不会早已不在生死了啊？是我自愿的走，若侬自愿的走，他不会死去。莫非你有他的消息吗？是有消息听到通告，永生你等待家。忠孝王
像那李丞相，万是李丞相像你，究竟是你们两股恰似相像，万是你就是李丞相啊。Oh!
家，我的娘，他也过三胎。丞相就是莽立军，可是据为父所知，丞相家中哎早有起色了呢。终有起色，怕也是掩人耳目。弟弟不行 ，no， 这是莽立军生我的子画像。哎呦，像像啊！哦，这画像，这我哪听我看过名的丞相一模一样啊？老爷，你来看，弟弟请看。恰与相像之处。好，那少时丞相到此，我们就命着张娃进去审他。哎呀，夫人啊，想着天下容貌相似之人都更无话。我说老爷呀，你与丞相三年同朝，难道万分不清是儿啊是女？我夸你呀，真是个老糊涂。夫人啊，我可不能像你这样莽撞。我说你糊涂，我说你莽撞，你糊涂，你莽撞，你莽撞。你的母亲不要吵了，收拾丞相一道，凭此分晓。丞相到。
相。还是忠孝王亲手所写、亲手所画的呢？对呀，对呀，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忠孝王。哎呀呀呀呀呀呀！不知丞相驾到，俺老夫有失月影。失礼啊，是失礼。哪里哪里，老员中不知忠孝王的病体怎样了？小儿他哟，他若病倒，哎呀，儿啊，是正想为你快病来了。哦，是恩师来了，恩师。你可要救我的命啊！哦，请丞相安马。哎，下官我要到后堂为丞相赠礼。老员中不用客气了。哦、应该，应该。忠孝王，伸手过来，我来替你安马。哦，哎呦，啊，恩师。我生的是什么病啊？你呀，生的乃是急性病。急性病？哦，只怕是官府太旺了吧？只怕是营养失调吧？此病不要紧，数日以后应奉太后受打，太后受打。你还怎么样？包括眼气心旷神怡呀，你呀 ，no no 是呀，能将心舒气，急急急躁哦。有生的病，岂能长夜数阴嘛？这一下恐怕用不着了啊！用法当朝时候是。
是少想我，我生的乃是驸马平儿。哦，是啊是啊，舍有数驸，也有数马，驸马平，嗯，驸马平。不，我的平乃是文明。嗯乃是为他而起的呀！哦，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是啊，是啊。哦，恩师请客。那那那，这是忙里精神我的死话下。哦。这是忙里君的死话下。那我倒要仔细地宽上一次请客。嗯，画得好是画得好啊。嗯，画得像是画得像啊。嘿嘿，木色是画得十分好哦。嘿嘿，木色是画的十分像啊啊啊啊啊啊啊Thank you.
传他就不清楚，明日见，想必他你的心事早知了，你看他啊，柳眉淡少是为啥，想必他心中定也好是既然孟家有婚礼在先，那忠孝王又非孟丽君不娶，我看这个吉祥可以放宽，不能放宽，可以放宽，不能放宽，可以放宽，可以放宽，不能放宽，可以放宽，不能放宽，可以放宽，不能放宽，不能放宽，怎么又吵起来了？此事当是何处才嘛？请听丞相指教，此事我算
起头来。姑孙你又不满呐、啊？七万岁，此乃是假冒内君。他是假冒内君，毕竟身份怎能断定真假？丞相高见，待朕问来。真是啊，你这小女子假如何妨，姓氏名谁，一地假来。丞相用兵啊，忙一军谁知我名为老家就在
忙里举升我的死亡相。Oh!
究竟玉殿上哪一位大臣容貌像相我？马立军兵可他下朝，我满他红枣。万岁，你就任进我们夫妻团圆吧。你还要吃成什么？你太放肆了！万岁，你莽莽撞撞，颠颠倒倒，难道不是大祸降临？啊，万岁。您为妻有凭在身，可不应心用他四处改过，悔不自新。好，看在礼亲门上，朝他这一次，谢万岁。好好好，万岁啊，这事情又是花样，又是女子，究竟谁真谁假，到真叫声越变越无毒了啊。西万岁与暖众多莽之愿平庸贵一在府门外何之。真巧真巧，一股不无毒的声来了，快宣。按岁子选莽子远朝你臣婴儿子，为你朝夕命运的李丞相，李丞相，你是谁呀？我是你女儿李金娘，是我李俊。不对，你生出生了吧？哎呀，弟弟，几年不见，你怎么连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是啊，是啊，岳父。至今你女儿已是个大人了，只怕面对面都认不出来了。好像也是啊，难道你也是她是母女啊？岳父，你的女儿啊，莽中东，这位小女子自称是莽丽君，所说之言句句是真是假，你快快上前圣母亲身啊。莽中到李丞相，常言道。
进去年糊光，万事盼儿又是文具，也是他自己的有邻居，忙中多伴随他生生催我生家家女，我乃是佣郎。茫茫众多，难道真的连谁是你的女儿都认不出来？他怎有曾想分明母亲身？既然真假难辨，用微臣把这小女子带回府去，仔细再审。好，此案就叫丞相发落。真是，万岁，这女扮乱赃之事，女扮乱赃，陈述虚妄，谁在无言，立战不杀啊！退朝。
去抓动他诉说
计难作应啊！命由父子空葬人，云把三清天有意啊！将身作体地无心。想，万丈深潭就与我是何下狗啊？千人峭壁，劝巧子，其早为退。Thank you.
万岁，请上再上不去，朕真的要生气了。万岁，来呀，有愿众上等拜驾天相官。是啊，这个座位平生乃是王后娘娘所坐，可惜她不配呀、啊。她应该把这个座位让出来，让给李丞相。万岁，你又说笑话、啊。来来来，请坐，请坐。此次告辞了。为请才高八斗，朕敬你一杯。为请忠心护驾，再敬一杯。
妻。离去啊，三月盼白素贞，我是你亲生成分，舌尖朝中风暴起，万里青啊可是寡人报你心，怪不得元帅为你开孝文，就是苦爱你才冒烟痛心，愿与情凝思上花长去生，愿与情杀孤人尽感恩情，传道事迹，你为何推三托四，趴着？
他呢，我要剐死。范岁，莫非你真是群彩虹分？范岁，你此话何意呀？范岁，你这金枪玉不信呀？为什么一来又是为天王？君王这一生里里下过何意无成家？即使是母子的寡谋，是官是朝廷家，为民想。真不过是句笑话，何必当真呢？好，既然请不愿动他，那你我就到内山秉烛长谈到天明，这请总不该太迟了吧？范岁，请。万岁！万岁！万岁！启万岁！娘娘驾临天相观。啊，竟有这等事！关上大门。哦，娘娘已经大门。哎呀，关上儿门。哦，既是娘娘驾到，李臣更应告退。且慢，娘娘未经宣召，她不能前来。再说，她就是来了，也只有娘娘娘丞相。那又叫丞相娘他的范岁娘娘驾到，他过来了，范岁，哎呀，丞相，自动到此作证。啊，奉他万岁在此上月，故而得来恭陪。朕不用你陪，臣妾不官不陪。朕要你为姑，臣妾不想为姑。好好好，多谢娘娘盛情美意，赐座赐座，谢座。你臣叩见娘娘千岁，丞相谁不早夸为夫去吧？谢娘娘千岁。且慢，朕还有国事，要与丞相商量呢。哎呀，万岁，国事明日早早在你，也不迟啊。哎呀，这是朝廷之事，谁要你来度过，你就回宫去。丞相，丞相。万岁，丞相府永不来报，相府特准是乎？请丞相速速回去。娘娘，这便是时候。丞相，快回府去吧。谢娘娘千岁。啊，丞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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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哎呀，你。Thank you.
扶贫老苦苦，这相夫色护之事不可小可。是啊，是啊。并替李丞相接见，他孤准来了。宣是李丞相接见，臣领旨。臣李俊勇恭请太后圣访。平身谢太后。老太师安好。丞相安好，请坐。丞相一早进宫，有何要事？太后，提前送寿礼，先已赠我亲手描绘，官司已先生你哀家最近官司。为所望相夫色夫之事啊，色夫听说是昨晚相夫色惊人，奉丞相府中何事情？此乃是可伶俐，这一场虚惊莫笑看，幸福不成家难安，今晚意外莫说与方成恩相，且早消灭这气不远，今夜子夜我领家官的太师来赴红帐，三虎
是一世为人，岂可在下官心中找明了？这是相夫失和，是万下一老太师把心藏，啥子功的有什成？这今天华夏今日对我岂能为小苦舍他他？沉香啊，难得你精心细看身为，当古今老太师所为家，难为今人明察秋毫，明察秋。此乃万民之福，太儿千岁，千千岁。臣这里有臣人奏上一道，尊臣太后，请太后圣断。使臣先请高太，请便。谢太后。因父母不愿华夏北部，因此通信接受你们建议。先生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得不顾身为女子？快念！怎得不顾身为女子，冲着规格斗本事多，立志为新县院为国争威？可我不犯罪，不肯就此罢休。那。就把案子放到明次来，来他一个御前为审，御前为审。No.
家闹女婿，叫天子岂肯罢休？十七银铺上交与，快与新娘为生敲针。哦，那一丞相之见呢？哦
好，你们生，你们稳。不，哎呀，轻敌，下跪后生。孟丽君，一见是后生。孟丽君，大胆！你既说一见是孟丽君，那丽君又究竟是后生？孟丽君本是我真心的，那丽君原来是我家。光用一个死掉的故事来戏弄老夫，难道你不怕谁让将谁吗？哎，阔上，他既然杀得有名有姓，那就给缝下去嘛。嗯，孟丽君，你杀花木兰是你的知识人，这是何意呀？老太师。不成我受了，是老身野蛮无度，上了膀子知道，此人粗心大意呀，万岁！还不用我下去。孟丽君女扮乱帐，少了肛章，必须免责。啊，万岁！孟丽君在朝三年，忠心耿耿，劳苦功高。宽容中人小女，理应嘉奖。孟丽君五十八计，欺君惑众，理当斩首。嘉奖，斩首。嘉奖，斩首。嘉奖。他是要嘉奖，他闹当斩首，殿上有大人。Come on.
凡所赐案，就由朕来公平裁审。忙里去，你女扮男装，登印文章。年年三年，执政女工，辅助君王有德。从宽发落，得取丞相之责，便为公耶。虽在王宫之内，死不万岁。啊，死亡太忠臣。来呀、啊！将忙里去，押去内宫。为报忙一句恳求上帝进江报西万岁忙日女为报忙一句恳求上帝进江谁管为之谁之地战不草退草且慢貌似奸家，你难道真的不怕杀头吗？臣姚明王家生死二字从未放在心上，寡人尚需存之下去，谁管为之在罪，停战不少，须知君无戏言啊！既是君无戏言，百岁时间早就杀了莽绿去，为何今日将他留在宫中？这今日是今日，当初是当初。万岁！来啊，将他绑了。太家到。娘啊，退下。母哎，孩儿身为九五之尊，三宫六院天经地义呀。母快是不哭不哭啊！李朝皇帝哭音，为什么孩儿母就不哭呢？别家女子曾你挑选，唯有他母。别家女子岂能与那莽林君相比？孩儿非要这个莽林君不哭。王儿啊，你身居王位，扎龙袍，举足轻重，可自豪。劝王儿修人心，莫为小觑身。想一想，杀飞他两家换马弓，接着国泰民安，风雨调。公既当义，恩则报，公岂能就插脚？将心比心，不成情，这特妻子。才也成不了，王儿啊，君子传，臣子随，彰显坤，所子随心图文草，更何况在这子随能否真？天高不算。
也非儿戏，这离别的事情从我为你要心将上为荣，父子为他。一家一人忙里君为你女，而今日在金殿赐他完婚。哎呀，母儿！好好好，一起做母儿吃一碗。劝他转子是。万岁今年赐婚，宣公主马上领。谢王兄。